手镯、戒指，还有手表。会看，因为他们每次都非常用心的来制作每一段视频，所以非常感恩这一切。自我、坚守跟初心。比较喜欢看重的是设计或者是时尚，简约、经典跟百搭，就是我手上戴的这款新品腕表 Would you be my honey?